样从这样子的小星去找月跟日，好，但是啊，除了我们刚刚说到天干很会重复之外，那个我自己都比较用流月跟流日，而没有用小星月跟日的原因，是因为呢，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啊，每一个盘它产生出来的意义会不一样。好，本命盘用的这个时间是你的出生时间，所以我一生定下来就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是。但是呢，你运线会不一样。我的大限用的是十年嘛，我这十年，它因为它用的是你的生辰时，你的岁数，所以是你在这个岁数里面，你产生出来的价值观，你产生出来的态度，而造成宫位的变动。那小限呢？好，小限用的是不是也是你的时间？所以呢，它用的是你在这个虚岁里面，你自己做什么事情而造成的。那流年是外界环境对你的影响，好，外界环境啊造成我的状况，我们刚刚讲那个大地震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哈，你要去想，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啊，越短的时间，其实越容易是被外界影响，而不是你自己造成。那譬如说，我不会突然在一天之内从那个开车看很慢变成开车看很快，造成我车祸，我不太可能会这样子啦。好，那你说，老师，我可能为了要那个我老婆在生病，我要赶快回去，所以我开车看很快。老婆生病是什么？老婆生病是外面的人在影响你嘛，所以那个叫做流月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在一天一个月之内变动状况，通常是外面人在影响你。好，这是为什么我通常都是用流月跟流日。小限的月跟日会不会用？我会参考一下，通常都用月跟日。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看说，我们在流月跟流日，四月八号这个流月跟流日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的命盘是什么样子，那我们的状况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既然有办法挑到日，我是不是得帮我自己挑日子？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挑日子呢，大体上啊，刚刚就是讲会有几种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来，我要去告白，告白要怎么办？我看到有个喜欢的女生，我好爱她，好喜欢她，希望她可以答应跟我在一起。夫妻宫里面有路？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们想想看，在感情上啊，会影响的宫位是哪些？夫妻宫。夫妻宫，对不对？夫妻的对宫。然后官禄宫，对不对？福德宫要吗？然后要命宫，你去告白的时候要运气要好啊，所以福德宫。那心情要好吗？好、哦，吉日宫。然后迁移宫啊，你运出外运气要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命宫。命宫。好，这几个宫位，有禄，有红鸾，有天喜，这机会会比较高。天姚呢？天姚这种挑弟弟的星耀，我不能说它是不对的啦，但是它可能早一夜情可以找天姚，早一夜情找天姚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样子一遍到底可不可以用？可以用吗？可以用吗？那早一夜情找天姚，那还需不需要？还需要有路？需要、啊。可能要补，那可能要补充连子女宫来看嘛、啊。找个人帮你生小孩有没有？要找子女宫来看。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好，但是这样是不是一定成功？这样是不是一定成功？其实哈，还是要跟大家说啦，那个你必须啊，我挑了哪一个那个流日有这个东西，这样的组合，就表示我那天我的特别有魅力，特别厉害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流月没有嘞，流月没有，流月都没有符合这个，那你去挑流日有没有用？不好，我整个月都处于那种够难玩的状态。我那个某一天、特别有一个桃花，那有没有用？那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其实你要从月开始挑。那真正要成功要怎么看？还是要看流年啊，还是要看流年。老师不只是要告个白，要看到流年。当然啊，要看到流年呢、这么你如果很衰，今年流年夫妻宫做火星，每一个来的都只有噗。修解的问题啊，那你就算流月很好啊，其实也是有限的。当然，你如果觉得说，反正我告白一下
啊，困三个月都淡掉啊，安尼，那当然看流月就好啦。哦，因为有的人很衰，如果他流年复修刚好有火星，那就快什么都没有了，都没有效果。哦、那你如果要的是希望说这个是一个正缘好的缘分，然后那个可以长久在一起的，要先看流日，流日有的机会，啊不流牛年牛年有的机会，然后挑流月哪一个月运比较好的时候，哦、再挑哪一个流日，哦约他去饭店，不是约他去餐厅吃饭，哦，好，好、哦、那这个是感情对不对？哦這個、我知道你们 七月快到了，你只在乎这个啦、哦、那个等一下讲那个工作的，就可能大家就会睡着了。哎、欸，老师，你说告白，那他是不是那时候也是异性缘比较好、嗯？对，那时候异性缘比较好，就也会有人喜欢他，可以这样讲。也是是是，你那时候魅力大爆发嘛？对啊，荷尔蒙都用倒的，用喷的这样子。哦，好，欸、那分手了怎么办？有的时候吼，人难免啊，有把猪狗丢拉吧，眼睛逢陀螺跟空姐的时候，那选错了，那怎么办？你还是要找机会可以赶快闪，对不对？一样的吼，用这种找法去找夫妻宫有阳的日子，命宫有阳的日子，官禄宫有阳的日子。哦，你给我写三只羊，给我写宫位。不写宫位，我有讲啊，我有讲啊，命宫、夫妻宫。哦，官禄宫，碰到羊日子、嗯欸，那同学问说，可是为什么刚刚要写福德宫，你现在没有写福德宫，为什么？因为运气就很差，因为运气就很差，你看你有羊在命宫表示什么？有决心，手上拿着一把刀，好戏。夫妻宫有羊叫什么？我在情感上好戏。官禄宫有把刀叫什么？我从外面找一把刀，好戏。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比较会有决定性的力量，然后这个情况下去谈，几率会比较高。同样的情形要从流月看，哎，那如果流年有一颗陀螺呢？流年有颗陀螺表示今年你那个情感上的黏腻不清，哦，就不容易，哦，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，你流月有，流日有，哦，那两把刀都在身上的话，飙起来，哦，搞不好还是会有机会啊，哦，这个是分手。怎么避免去找到那种恐怖情人呢？恐怖情人那个，我们另外会在其他的课教。对，好，再来。那如果说哈，我要去谈生意，哦，要谈生意，啊，但是有大概两个区块，一个我做业务，我希望去人家会那个喜欢我，然后我会想要那个跟我合作。好，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？基本上啊，跟刚刚告白的那个哦，都一样，哦，你知道吗？谈合作啊，就好像你在跟客户告白一样，哎，求求你跟我在一起，跟求求你签约，哦，如果你觉得做业务很低贱，那当男人其实也很低贱，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接受他就好了，哦，那接受他，了解他，哎，放下他，享受他。好，再来，哦，还有一种情况叫什么？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啊，去谈判的，哦，去谈判的，哦，谈判的情况哈，最好是那个你要比较有 power 一点的，哦，这个时候要挑的是什么？要挑的是画圈，画圈，哦，那要谁画圈呢？哦，要谁画圈呢？哦，要巨门的，太阳的。好，哦，然后舞曲的，然后紫薇的，哦，这几个，好，哦，画圈，好，哦，在哪里呢？跟你有关系的当时在命宫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如果跟工作有关系的当时在官禄宫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还有呢，迁移宫，迁移宫的，好，哦，谈事情啊，那个比较最好是完全掌控在手上。所以最好是在三个内，哦，对啊，哦，所以命宫的、官禄宫的、迁移宫的，哦，这几个，然后如果带到这些，哦，状况会比较好一点，嗯，状况会比较好一点，嗯，那如果说那个，对吧？你们可能会问说，哎，老师，破军权呢？
破军和化权啊。哦，破军化权，破军是不是因为破耗而得到化权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你要谈成这个事情，你要控制它，你要怎么样？要让利，要让他一些事情。哦，那你当然就可以晓得说，哦，也许我在谈事情的时候，如果真的实在都挑不到，怎么挑都挑不到，我只剩下破军权可以挑，那就那天让一下，人家就有机会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留位跟留置的用法。哦，斗数盘你只要掌握的那个掌握的很好的话，然后懂得看留位跟留日，我们就可以帮自己找到好的时间点去做对的事情。哦，然后对应看哪一个宫位，这样子。太阴跟天梁运场会变成怎么样？哦，太阴跟天梁哦，天梁权，天梁权，天梁会让人家觉得哈、哦，斩梁对不对？天梁会觉得斩梁，念到他投降，念到他投降哦，没有啦。念到他讨厌你啦，哦，啊太阴呢？哦，太阴勉强，太阴是念呐、啊，哦，太阴也是斩念，对，也是斩念嘛，哦，所以要是属于这一类的会比较好一点，就是不能软的嘛，对对对对，好、哦，那同样的就是你要挑搬家也是可以这样挑，哦，田宅宫搬家是跟房子有关，田宅宫坐在四马地的你会移动，但是呢那个田宅宫的状况是要好。